干，你现在踹啥了？平民百姓？干，我一直在发抖哎、欸！锵锵锵锵，欧啦！哎、欸，还没有，再来十一，哪里再下力？欧啦欧啦欧啦！开！大家讲我的路线啊，我觉得我自己水岩哦、喔，水岩就是康博盾大于等于几康博盾的问题而已啊，不然其实啊，应该水岩 OK 啦。刚刚那个减伤真的很靠北，刚刚好不够。不考虑换其他队，没把握啊！总不可能用圣达再吃啊，圣达还是有些光老吃一点运气。哪就怕无视减伤吧。不是啊，干我火队，他就给我丢一个那个什么，那个那只沙小、啊，水系啊，故意的丢啊要。干眼看，哎、欸。就在眼前哎、欸，我破台就在眼前哎、欸，就在眼前哎、欸，这个 tempo 是没问题的、啊，这个 tempo 是没问题、啊，转强化腐蚀啊，还有两回合，这九级打多少血啊？八二十，嗯，会死哎、欸！可是刚为什么没看到骷髅？对，为什么没看到骷髅？看错血量吗？看没有强化腐蚀，要死哎、欸！啊、哦，水！我喜欢这一只。刚刚有点慌了，没有做到强化腐蚀。靠！我真的是被刚气死。给我水吸一下，毒心之塔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样会不会两秒转珠？干，这时候绝对两秒转珠就自动消失了。哎，有趣的重播差八滴，差八滴哎。好腐蚀，都碾过去哦！但是越攻越强，就一天没限制次数，反而关不了台。不会了，打完这场就可以了。
我还有服饰的哦，鲁金银厂。大概等于吉阿姆顿改吧，来个改吧，改我比较快点过去，我这个一波弄过去，靠四康宝，哎，完全不能出错哦，完全不能出错哦，康宝，两康宝。一二三四啊，是啊，这边做个叠珠好了，叠一个这个光珠，水珠好像叠不到了啊。二四哈，但超小心的。Hey bro, do you believe the？ 你可以讲中文吗，习近平？啊，如果看不太懂，然后一直洗，我会把你ban掉，因为我这边是中文台哦，我上面有写哦。对，我英文不太好了，对了对了，而且我又很爱台湾的人，对对对对。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臭干胶，我没有时间去翻译你啊，所以可以的话就是帮我翻译成中文吗 ？OK 吗？啊，习主席。农锅曲应该不会缺鼠吧？我的操你老师，看我打最屌，你就是给我弄缺鼠就对了，你干再故意点没关系，再缺没关系啦，你再缺嘛，看你有多缺。这样看搞不好我天降，我好像意义不大哎。水火木光暗，多少血？32万。OK。暗光火水星，为什么有星啊？啊，因为它有星珠啊，我放在这里。水火木光暗啊。三达鸡叫吗？所以他是在广告，是不是？那、啊、我先把他那个参谋好了，这样比较快。不然我一直看他，那个谁啊？谢谢你，史蒂文。这有些也是一些那个阿多嘎来这边打广告，说什么我是天神的使者，什么什么东西的。快，我还没用，这可以暂停多久啊？啊！啊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是翻译，我按错人了，靠背啊！啊，你五分钟不能发讯息啊！我可以解除吧？我知道你是翻译啊，哎，我按错人了 啊！看习近平厉害嘞！敢害我按错人，人家好，他帮我翻译，我还点到他林老师哎，然后啊，哇，真起来，不要来乱啊，习近平，拍谁拍谁拍谁，刚我不想按到了，可以解，应该是可以解吧，我现在正在尝试帮他解边，因为他刚好跳上去一格嘞，因为他刚好讲话，我点到他，我看一下，应该可以回复吧。哎，应该可以，可以。I'm a god， 你看有没有？就是神的使者什么的。不要再来乱了，我直接封锁他哦。哎，熊猫，我看到你了。
差点弄到熊猫，因为他刚好弹上来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谁啊，史蒂夫，你现在可以讲话吗？我刚看他时间变五分钟，哎，暂停，靠北，因为他刚跟你暂停300秒，哎。所以熊猫大家应该知道，就是玩很多什么熊啊、兽啊什么之类的，就那一个。翻译你可以讲话了吗？靠北啊，好像真的按到了弄不回来的感觉。真的哎，我不会用哎。好了，你原谅我了。五分钟，反正他已经不见了。五分钟之内，暂时应该是不会用到翻译的。我有时间，我研究一下那个，看。你现在讲话看看会讲话，因为我刚好帮你还原你的那个文字内容。不会解，靠北啊，不知道怎么改。我知道你是翻译啊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真的，我是不小心的。去变一变歪起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时候，对，就包含一下，不好意思哈。这时候我们那个火屋跟木屋不用关哦，因为那个不会增伤。地会有大力转没关系，转5颗的话，它可以增加那个多一颗哦。史蒂夫拍谁哦？那个我刚不小心变到你。不是编到你啊，禁言到你。五分钟应该回复我有时间再研究，还是有谁可以告诉我怎么解？可以顺便教我也 OK。因为这个系统都不太熟悉啊，那个。为什么习近平你还可以说话？我不是把你编掉了吗？哇操！你太强了吧！干！果然好样的，我们的啊强国果然不是盖的，有没有？兽还可以这样吞出来呢，真的。不过大家是什么都不睡觉，4:40。他换账号是，你可以控制你的身体，因为你相信你是。对，我再帮我翻译，谢谢。熊猫，你那个抽卡我有看哦，干，抽很凶哦，干，感谢你让我们有神魔可以玩，真的。神魔之塔的西班牙去卡，你知道？干这种好玩家哪里找啊？我觉得我要转五颗。妲己恢复力我没有算过，等一下再来算。算了啊，用妲己这关就很危险，因为我没有再转新角了。真的是可以省，真的是省可以解编，有没有 ？ID 不一样。1,2,3,4,5,6,7颗火柱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。我打9升火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个增加恢复力，给干嘛？打几位置拍错了，不能放那里，因为放那边我升华剑不好排啊。然后这点要吹嘞，这波吹嘞死。哦，那个二火钻没切开，稳死的。虽然说切开了，但是有没有过去呢？Oh my god！ 史蒂夫可以嘞，那 OK。
火的一直不来。对啊，就火的一直不来。我跟你火的不来就跟他拼了，有没有？不过火你那个火的减息力还真的是很可怕、欸，进场就是狂碾的，看起来很好用、啊，还有我都忍不住有点想要啊，想要去抽一个火的了。因为我火的那一次我自己我看你在抽完那个试完的心得哈，个人是这样认为啦，我是觉得火的那一张有没有可以速刷，速刷应该很棒。3803，一波带走。家乐福吗 ？I believe the power of the session technology was well。我英文不好。两秒转注哎！我英文不好，不要打那么长的英文好吗？家乐福要，应该不是家乐福吧？汉乐福啊，是汉乐福啊。再见了，编掉你。这么早的还不睡觉，那边那个木林死队打到36，烂到底打不过去。哪几有用到喽？虽然这次好像没什么太大帮助了，说实在话，对吧、啊？6000多，我随便打都打得过啊，随便打的，不相信啊、喔。好了，我也不想示范，因为这样我好像没有攻击住哎。这时候开好像不太适合哎，我先把那个杂猪消掉好了。好，不要太少攻击住了吧？打击，这时候就是你要出道的时候了。木珠啊，光珠啊，啊，差一点你再多一combo。漂亮的天降火珠，啊，原来妲己真的是有用处了啊！谢谢各位啊，都同一个人，都同一个。我不是把他编掉了吗？看来他被我编掉，可能哦，换一只就不一样了。想一下哦，复活变强，干掉他，下一关再干掉，转，可以，转那个暗的、哦，按强化珠出来哦。不过我跟各位讲哦，这颗不要转掉就好。他天要把我转掉怎么办？干结论还是一样啊。我好像开错了。靠北啊，不是开错回合了、啊，好像不是这时候开哦。干，可是 我不开我会死看老师，要换妲己三维不一样啦，来一只 CD2 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弄，不要这样弄 ，CD2 哦。哎呦喂！没有，结果那个暗台是被我消啊，都没攻击住。哎呦！啊，转猪菜的抠脚，
软珠菜的抠脚。嗯？什么？到底是你快还是我快呢？啊？啊？为什么一直来这边宣传你的啊？拜拜了。I believe the power of whatever 跟你，哎，你因为一直换账号，我就不相信你申请账号有变得快，哎。干，为什么都 CDE 啊？这次我觉得不妥，我们先关掉。我在那边做除技的一个动作好了，比较保险。干，不要消一组就好。3043哦，我们看一下计算机啊，差一点点了。3043，我只要转8 combo 是补8000多，也是8000多，还 OK。隔壁的人是好像，没关系，你们打字隔壁都看得到。在这边做厨技啊。但为什么我刚刚都没遇到，现在已经弄到要出技能了，有点怪。我叠了一个木珠哈，三打鸡。我翻墙，你妈何谓难破？你在讲啥？听无？三打鸡别翻墙，你妈三打鸡别翻墙，你妈何会会难过？三打鸡别翻墙，你妈！三打，你说三打出鸡是不是啊？我好像打错了，三打鸡别翻墙，三打鸡别翻墙，你是叫他别翻墙啊？你妈会难过。他叫三打鸡吗？欸，小心国人会激人哦，要小心哦。之前那个兔头，欸，看对不？啊不，其实也没什么啦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就不用看得那么那个啦。这个可以除啦，这个可以除。干，我本来应该很快的节奏，怎么到这边又变慢了没有？技能出好了，看来是给带过去的意思哦。叠珠，哦，吓我一跳，我没消心珠哎，吓我一跳，我刚刚没看。五颗暗，看有没有五颗暗哦，重点是有没有五颗暗，没有五颗暗。有 Quilucky 魔妖技能重置，反正妖精也技能重置嘛，我就把大吉开开好了。嗯，有必要开吗？好像没必要，开大吉反而比较危险，算了。1 2 3 4 5 6，我要装五颗那个暗珠就好，左边那一颗就把它留下来，
因为我秒数这样比较长哦，我用起来是比较好用。他们做一个水碟珠啊，好像没啥屁用，直接弄上来好了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按珠，不要笑掉。对啊，反正都被他弄掉了，我们就直接转啊，强化哈。基本上我走过的路，那个 GG 的路，你们就不要再走了。对，因为我示范就是让你们看怎么样的状况会 GG 啊。其实我会发生，很多人也都会啦，不是代表每个都会啊，但是很多人都会，因为意外总是在意料之外嘛哈。小许台教大家抽妲己，你就是拉丁粉。拉丁粉，他一直宣传三妲己教。今天早上工作了，啊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很好很好，这样很好。冰家拉丁粉加一，看一下哈，记得哈。哎，这次会死哦，这次会死哦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次会死，所以。要稍微注意一下力道。刚刚算过是不会死哦，这次血量没有那么多，会GG，所以要控制一下力道。哎，没指定啊，林老师哎，靠背啊！我刚刚算给各位看的哦，他，哎，这只是哪一只啊？我看一下，5120，他假如残血的话会是5120，残血是15360哦。其实我转很高 combo 也是不会死的，应该这么说啦，因为减伤嘛，减伤嘛哈、哦。我是说如果啦，哎对。我们消到星柱，哎，真的没消到。拉丁怪制裁楼上的欧巴吗？这样他会不会死啊？好像会死。Oh my god！ 有没有减伤？有没有？就是减伤过就不会死了，没有 ？Oh my god！ 漂亮的，嗯，不妙，不妙，各位，技能全部都没出起来啊，断心啊！哎呀。这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啊！哦，没有迪亚布罗就这样，要吹了要吹了，哎，吹到底了。指定错了，差点指定错。22关哈，应该不是反击那一只吧？应该不是吧？我看错了，对不对？好像没看错，靠北啊！看我血量不够哎，血量不够哎，我想一下有没有解。用木的打，所以你这时候消木
星木星光，好不好？嗯，康博出博搞呢，干，还不能关呢，操，水啦，木星水光啊，好来，干，这很高难度哎，我说他那那的干，你可以再往我狠一点没关系啊，暗不能消，光要消，光要消，暗不能消啊，听不懂中文啊，呀，一二三，这样子三康博，四康博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四钢棒哦，应该只会打他一项哈、哦，应该只有一项。你打那么大力，你岂不要戏呀？啊，好了，让他死了，不妙了，一四八一，无视减伤，必死无疑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可不可以破80万哦？这时候技能全开了哈、哦。先看附加小组技能总值。谢谢 MB。Ambition Love。木开着又不会攻击哦。是啊，可是我想补血，我怕被他摸，该四康博就 GG 啦，我怕天降，就像刚才超级天降一样。到底平民百姓是否能够在这一波做出一个啊80万的伤害呢？我们来做个超级计算机的计算啊，来，怎么计算呢？哦，我们的一般符石1、2、3、4、5、6六颗哦，六颗，什么五颗是一般的，一颗是强化的。同色 combo 它是有两 combo， 总共 combo 数我们假设是8 combo。开了木屋 ，OK， 来，开了木屋哈，火屋哦，原本倍率16×2，32倍，漂亮的32倍。到底这哎多少血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哦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你只要转8 combo， 你就可以一支单支1164612滴的血是吗？没错。这么有自信啊，欸，应该是没有错了，欸，看错了，对不起，这边要一 combo， 同色只有一 combo 哦。哦，那我们是第一支是否能够给他 KO 呢？可以达到109192滴，平百姓，你确定你算的没有错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一波带不走他，带不走，我等下就一抽，好不好？但这个梗玩了很多次了，可是屡试不爽。如果我带不走他，等下我先算一下我们八 combo。1、1、2、1、2、3、4，这样水1、2、3、4，水1、2，火1、2，木1，光1、暗1，好，刚好八康宝，没问题啊，妥妥了，怎么那么刺激啊？刚好八康宝。看一下哦，1、2、3、4，5暗5木哈，5暗5木哈，来5暗5木哈，5暗5木，好，看到哦，哦，四活，靠背啊！哦，切得漂亮，切得漂亮，那个火柱没切开呀、啊！我操，我操！哦，6、7、8，看好第一只，嘎叮！啊、哦，火柱没切开，吓死我了！哎，对啊，刚刚那是二没错啊，靠背啊，刚刚是二没错啊。好，我们灌过去了哦，但是很可惜的是，我们在这边要做一个魔技能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四把剑，不用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拉登神教，不要是邪教就好了，好不好？
木西第二还 OK 啦。要技能，所以说，只要你这样，啊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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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这样 ，OK 了啊、哦。对了哈。这样会不会打太大力啊？下关什么？后期98，好像会太大力，会太大力。火柱不要笑那么多啊！哦，吓死了！下手轻一点啊，老大。好，就在这边做一个除技的动作哈。啊、哦，刚刚尿差点闪出来啊、哦，一滴滴而已啊，没有很多，没切开也会过，有点危险啊，我们还是切开比较保险。两康宝啊，这边就做个除技的动作啊、哦。我是怕火珠太多，打了太痛了。哎、欸，我才说完而已，不要不要 ！Oh my god！ 切开切开，把火珠做两康宝消除掉。木珠应该伤害还好了，靠北啊过不去。我虽然不想削那木珠，可是就是怎么样都要叠珠，就是怕火珠的伤害而已啊。木珠其实还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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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你看到现在还没让我大哥过完，你要靠过才睡觉。这队算是攻击型的魔队了，我蛮喜欢这一队，说实在话，因为省了很多时间了。对啊，因为以前是打一场可能打五六个小时，现在是可以打好几场。哎，对，打好几场啊，怎么好像还是五六个小时？这样也好啦，好不好？我们早点就是看结果会比较快。跳，漂亮！阿里在西阿里，哇，一波给你灌过去了，我不客气啦、啊。好、哦，这边做一个木蝶珠哦，木蝶木蝶木蝶。早餐可以先买好放着。哇操，我是觉得。运气成分还是跑不掉了，但还是在扣血90%，来吧，开的都无所谓，扣血的都不怕。多少血？6180,000，不晓得为什么。我就想试试看不开一样。开会不会过、欸、我不晓得为什么、欸、我就觉得好像有那种有一种过的味道散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各位的感受怎么样？我看我们闻错了，试试看。但是要天降。大概两combo，再一个啊，差一点点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我这个计算没有？你已经觉得会心里会发寒。林百姓竟然可以算到差一点点，就差那一点点，就差那一点点。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我可以用目测就可以看得出combo数的够不够、哦。
这是比较难的。所以这个怎么办到的呢？就是当你用计算机用100次哦，哦一万次之后有没有？哎、哦、哎，你就自然而然你就知道为什么伤害差一点点，误差不会太大了。哎，这样我两只就可以哎省下来嘞，两只八风就可以省下来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精辟的计算，放屁的屁啊！放屁可以过就好了，没问题。关，关，打第一只，单体攻击哦，请记得不要发生刚才的那个失误啊！干，不然你们等下要听到我哀嚎。水的没有攻击哦，暗的暗的有攻击，其实可以留啊。新珠留一组，一只一只追着打就对了。哦，六哦，心算算一下六，第二只。不要用到全体攻击哦，不然不好算。第二只也是六哈，一样哈。哦，缺了个木珠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六六哈 ，OK 啊，哎、欸，这个新珠留一下，哦，六六六哈，三只都是六六六六啊，六六六啊，但是我这一台是比较习惯七啊，对 对， 對，七八的七，六六六哈。哎、欸，我指定攻击哦，有指定，有指定，差点忘记了。啊、哦！全体攻击没关系。哦，这一只是十二，这一只九，十二九九。十二九九，十二九九 ，OK 啊，十二九九，干，我刚没有火珠掉下来，整片都是火珠，十二九九，按照顺序打比较不会有问题的、啊。干，真的是天降，真的有点可怕哎、欸，我觉得真的是以后干死被 MH。盯上十二九九哈，水珠没关系哦。十十一十二哦，中间十二哦，这只也十二十二十二九九，这是九哈，这边是可以顺便除技能的哈。知道我在算什么哈？算不懂了，但可以问一下。没指定错、哦，十二九，刚刚好，我刚没算到的，十二九九没关系啊，现在刚两只已经扣血了，现在做全体攻击一波就全部带走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因为如果没带走，你就被带走了，是就不解释了哈。缺一个木，只缺一鼠，哎、欸，还 OK 了。但是我们还是做个天降给他好了，好做个天降啊。先打这一只，再打这一只。好漂亮啊、哦，六颗哦，基本上他一定再见的。OK 啊、哦，那不是过的味道，是大便漏出来的味道。有没有很稳的？没有很稳的木的，这对很稳啊，这对已经很稳了，比圣达、哦、我是觉得快啊。波赛顿两秒，会不会过了？这次会过了，不会再波赛顿两秒了。不过别管也是很危险的、啊，这杀死啊！
小火哈、哦，我想想哦，直接把它干掉。下一关会不会直接集齐？所以我直接开一波八分王送走他。消火哈、哦，未消火哈、哦，弱化，所以一定要消火，一定要消火，没问题。我这次是火队哈、哦，火队为首的啦哈、哦，所以你要火，我给你火，没问题，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哪有什么问题啊？干手都一直撞到了，好烦啊！咯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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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附加消除哦，谢谢，请消除。这关磨一下吧，带过去就带过去了。等下加磨，把火柱消掉。他打15690，哎、欸，康博数不能太少，各位会死哦。这不是刚刚那队哦，干，太可怕了。这次有发现到，有点怕、欸，转超级多 combo 了。把火珠消掉，火珠留一组好了，我觉得是留一组。嗯，天降直接帮我补哎、欸，这么善良。干，我真的很怕会GG的样子哎、欸。不消火的话还有，可是我这个火那个位置很好消哎、欸，哎呦喂，闪过了 ！Oh my god， 补血珠有点不够哦，各位，用力转，你的补血珠不够，平民百姓，请记得妲己有升华剑，他胖了的地方哦，他有升华剑哦，那火柱我就不再消，不然他会死掉。啊，生化剑我是要补血的，其实我不是要伤害的，两个都弄下去就算了。还是回来，还是回来。累积消毒水哈，没有很稳，要靠 combo 高来减伤再反弹。我不知道，如果消太多，就是这个，不能，你要跟魔队比，它比较快，而且效率比较好。你可以看我以前圣打那个失误的那个比例来讲。这是我个人经验，个人经验，你可以参考看看。因为你要叫我用别队魔队，为什么 我以前用圣打，这次不用呢？对，当然我绝对不会说，因为圣打拍过了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我绝对是告诉你说，因为我觉得八风比较稳啊。不过事实真的是八风我觉得比较稳，因为你看我死掉的那个奇怪的局，基本上都是很那个啊，很不合逻辑的、啊。OK， 累积消除水，一二，一样，跟刚才一样，算了，靠北啊，他不给我、欸，其他珠子不要做那个、哦，不要做强化珠，因为你要把珠子消光光。六颗啊，自己要算一下。应该是不会断水珠吧？最后一颗，两颗，两颗，圣达打一个也没有打一个礼拜吧？两颗，靠背啊！这直接冲他死哦！有没有看到？我想圣达也是怕这一关呐、啊，也是怕这个画面呐、啊。哎、欸，太夸张了哦！啊！
啊，你想下嘛、哦？我个人是觉得这样有点夸张哦，这样太明显，你懂的。多来几颗吧，观众在看呢。我们现在11500位的观众，六号、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，OK 啦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连续一直都不掉，这样可能不太好哦。我个人不建议是这样做，你懂的啊。心就不消了。两颗，六二十二，没算错吧？13、14、15哦 ，OK 哦，哇，下一关没有问题啊，下一关没有问题的哦，下一关有可能会强化盾反击哦，所以我们要做强化猪。强化猪哦，修剪哦，哎，消水不要忘记了。干，谁说我先来？他妈的，你要马在这里，想骗我？OK 啊，欸，那个星珠为什么没消到？我在冲他洗。算了，过去就算了。很可怜，不会啦，大家开心就好。这次撑不住了哦。我认为这边开一波，下一关再开一波，但是因为下一关有风险，所以我先不开，直接转。威力不够，我们再来那个就好。一半可能不到吧？哎、欸，有过去哦，哦，漂亮。先转吧，没过我们再开龙科吧。你不要给我留空白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给我留空。12693，对啊，我看。哎、欸，好像没那么困难，龙科可以留哎、欸。哦、不行，这是8哎，太远了。6，不行。嗯，大家有准备好了？我9000个看到睡着，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嗯，我开了哦，八风王啊，来，对，八风王，我开了哦。回，干！都好啊。干得好！你有种啊！你有种啊！你有劲啊！干，你真的是有种、啊，他妈！太夸张了啦！每次都这样玩，可以转整版的吗？留一颗是不是吃大便哦？哦，干，这不是人家在火大，干，这是有道理的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生气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你干。看时光看那么久了，其实那些观众其实心里有数啊，这样真的会把大家都逼走。我讲真的，对，这样不行，所有人都会被你逼走。没啦，自己开啊！我看很准了，我看了没有星座，我就点下去了。去吃屎啦！
eating shit shit， 正在吃 eating， 我在正在进行吃啊。不然关掉，关掉，关掉，好，关掉，关掉。不要开龙哥啊！可是我想要留下来啊！为了楼子还在啊，大家在等楼子哦，怎么可以这样嘞？一 combo， 五 combo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新注留一个。哎、欸，小蛤蟆啦！哎、欸，不是我咧靠背啊，真正诶，干到人家每次都这样玩的，圣达被你玩死好不好？四康宝药，二、三、四，圣达被你玩死好不好？怎么可能？那、啊、这个都给你玩就好了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没错哦。这边想叠一个猪哦，干，好像叠不太到，算了，叠不到就算了，不要硬叠。要老马了，虚幻七加死因。官方知道大家更想看楼子。四康宝哦。一二三四，其实我们可以练习一下叠珠嘞哈。预习啊，预习后面关卡，预习一下。三 combo，combo， 两 combo。三 combo。我刚只转两康宝，看错了。康宝，啊，等下再练了，靠北啊！啊，又是两康宝，傻小啊！一康宝，三康宝，康宝，感觉想骗我，这次我看到你了。给他几改我真正死，这个会开三康宝没关系，这是我们三康宝叠珠的，一康宝一康宝两康宝三康宝靠背啊，三康宝一二三康宝，对，一二三康宝没错。一二三，哦，三钢宝、哦、啊，这样说会比较快一点点。我两大圣，你这样不要把它吸，而且还是很危险的，大圣还是很危险。四钢宝要来，一钢宝，两钢宝，三钢宝，四钢宝。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， 四 combo， 又是四 combo， 一 combo， 嗯，两 combo。哎、欸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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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三 combo， 啊，不能动了，一二四 combo 哦，这样好危险哦，却还是这样转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样稳稳妥妥的每一回合都可以很快就转过去，这样是比较安全。
对啊，因为这 combo 盾不好打、啊。哎、欸，靠背啊！给他天降好了，再一个叠珠，一二三 combo， 三 combo， 三 combo 就好了。嗯、我不打算那个了，三 combo 太少了，就算叠珠威力很弱。又是三 combo， 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我来叠一下啊、哦。叠一下木珠哦，再来个水珠，好吧？木珠再水珠，木珠、水珠、光珠是不小心的啊。其实很少人知道我会叠珠啊，我是说比较复杂的，跟我比较久的玩家应该知道，有机会再表演给各位看。二三四，还有一抗。哎、欸，多一抗哎、欸，十五。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个人起，你知道吗？一抗，两抗，三抗，四抗。相关什么能力继承 ？OK 了 ，OK。那我就留多一点攻击珠好了。四 combo， 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， 一二三四哈。哎、啊，火都没亏啊！哎、欸，对，火没亏啊！波灌过去哦，它会继承哦，所以最好是两只都带走。我建议是指定右边那一只，因为那是火的，打不太痛，所以其他攻击集中在它身上。这有点难那个哎、欸，关右边漂亮，忘记看下一关了，吓我一跳！不要全盘锁定啊、哦，好交代，吓死！呀，下一关是什么？反伤中毒，越战越强。OK OK。去、欸，我这个我靠背啊！啊，干你老师，这个位置太靠背了吧？我就要开一下，反下关我可以出击啊。不是下一关，下关了，讲错了。啊，反弹不用看了，一波带走。下一关再出击就好了。OK， 应该是 OK 了哦。对啊，大师影片打后面挂这种崩溃、欸。
因为大阵可能一场就要打那么久的时间。三四关哦，把它全部关掉。刚忘记了，算了，我也懒得其他了。这边磨一下哦，妈的伤害多少？83、42。轻轻。哦，这边怕断心珠啊，所以心珠要小心就好。哎，我没补到心哦，干想骗我？你以为我累了就没有注意到吗？哎，真的，刚刚一开始是没注意到。六回合，撑一下，撑一下，六回合，撑一下，撑住啊，撑住啊！Hold on, hold on, hold on. 可以啊，留心啊，留心啊。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？不再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。所有孤单的、寂寞的夜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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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转五颗哈，拓拓哦，再一个叠暗珠哦，一叠暗，对啊，用这一对打，就算 GG 也是崩溃，我必须讲，感觉撞到手了，不要去撞手。哎，补的有点少啊！平板性 combo 数 ，combo 数，拉上来，拉上来。哎，这样差不多。哦，7000多，补个5颗吧。看你血量有点危险啊！哎，电局都碎了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目前还有11900位的观众啊，谢谢各位啊，不眠不休的陪我弄到这时候啊。真是太猛了、哦！下一关是什么？下一关就是最紧张的、啊，手消杀死了。哎，我在干嘛？看我刚不知道在干嘛哎、欸，真的我不知道在转什么珠哎、欸。靠背。哎、欸，你快要断了呢、欸！你快要断了呢、欸！
你要不要再想一下，你的桌子是不是要调整一下位置啊？看，看起来那combo都不会把它消掉，他就一直待在那里，干就死都不动就对了。干按住啊，少一康，不要断心哦，不要断心，拜托拜托拜托。你拜托啊！哦，干这一队不能断心哎，断心就直接狙了，不是两秒转住的问题。懂端心，懂端心，你看这就是运气成分，对，这就是运气成分啊，端心就是运气啊，快很多了，真的快很多了，又是刚刚那一只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光暗了，手消进水火木哦，干，有刺激。我先来一个火，再来一个木，中间来光暗哦。木，靠北啊！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应该有吧？哦，进水火木嘛？没有水火木哦，没有哦，看起来是没有哦，不要再乱动哦。康博虽然很少，可是你威力很大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一波过一波过，再添加一康，有一点点危险，吓死人！我心脏快停掉，哎，我忘记强化盾的事，完全都忘记了，啊，不对，好加载无开，好加载够老哎，干，真的忘了。忘记强化盾的事，好像他 还在。对哦，没错吧？对，真的，我完全忘记强化盾的事了。哎，我在前面几关那个习惯已经养成了，就是一直消强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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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强化。哎，他最后就是很漂亮的，就一波把它弄走哦。干这样会不会威力会不会不够啊？应该够了，应该够了。哇操，差点断暗珠哎！差一点断暗珠哎！消多一点康波，我怕威力不够。哎，这只有900多万。要大力一点啊、哦，不然等一下你会哀嚎、哦。不要留手啊！不要留手啊！平民百姓，平民百姓。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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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 tempo 不错。再多一康，再多一康，来来来来，这个 tempo 不错，应该是可以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就你本身打个大概300万，那边再补个600万，应该就可以了。滚过去！哇操！哦，观众睡着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看 我会不会死啊？这个会不会死啊？等一下，这边一定要磨，不磨不行，因为下一关三重电击，我没有招啊，一定要磨，所以我一定要关。妈呀，你一定跟我16027 14808干三维，我转大力一点。
是808除以16027。我只要7.6%的减伤就可以了，应该是没问题。7.6%应该不是太难，康博数据吹个对的掉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7.6%哈，哦哦，差点撞到，差点撞到。应该是会过吧，我已经转这么多康了、欸，啊，八康了、欸，撑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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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h my god， 干你老师哎、欸，还有六回合哎、欸，我操，靠背啊！7颗，干，差点要去，没有注意看，等一下这么撞到，干，这样是几趟啊？来，你该塞吧？你们叠左叠到吗？有跌到，这边把它消掉了。八康宝 ，Oh my god， 还有五回合哎，啊，还有五回合哎，这怎么撑啊？这回合就把它送走了、啊。啊，你没有看错啊！我知道39打完全部技能会跳，问题是我38过不去啊，700多万呢、欸，1520240，可能可以撑哦，可能可以撑，可能可以撑，我试试看，不要撞到哦。干你老师，你还真会挑位置啊！哇，你真是太强了。干，但是我也不差，我跟你讲哦。可以活着一回合吗？活着，哦，你活着了，有希望了。把火柱全部消掉。只有把火珠消掉，才是我现在目前唯一的希望。暗珠也消掉了，两康就好了。可是天要天降那个什么珠啊？斜转，要天降新珠哦！给星一下，给星一下，拜托拜托拜托！给星给星给星！有机会有机会！你跳那么大力干什么了？我看得到了。靠北啊！我那个很想给他过去，可是我没把握，时间不够，算了。你不要死，这回有不要死就有希望了。干太大力，一定太大力，一定太大力。Oh my god！ 我看没，两回合有希望。天狼钻闪墙，干有希望，各个有希望，人人没把握哈。用力灌就对了、哦、各位。
看一下。最好是一回合就把他带走，我是这样希望啊，但是常常都是天不从人愿哦。这边看有没有办法叠到出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我看起来是叠到了。哦，漂亮的 combo， 其实哟哟，八 combo， 莫急莫慌莫害怕，我们稳稳的，稳稳的。看我转注总是有莫名快感。我跟你们玩，我也是有莫名的快感。稳稳的哦，稳稳的，每次手转八张牌就可以，稳稳的。你只能三张牌，不然太危险。OK 啊、哦，干，第一次转八张牌压力这么大。干，这边要叠珠哎，操！叠了一个老布啊，珠子不够用啊！啊，靠背火珠七八哦！啊，还不是我的操蛋！我跟你讲，虚幻轮回啊！等下先过再说。确认一下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靠背珠子，珠子，珠子有点危险哦，点百姓，稳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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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稳过了，稳过了，稳过了，稳着，稳着你就过了，稳着你就过了。这边做个叠珠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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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一直自言自语，操！好像不能再更多了、哦。五六七八，再一个，管过去不要残血。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谢谢各位。我即将为各位示范如何通关，记得、哦、那个空转哦，你要让它锤空转，因为现在又有 HP 的变异性转按哦。记得空转哦。应该我没有做别的事吧？好 ，OK 啦 ，OK 啦，这样 OK 啦啊！这一关拉高 C 就没问题了，看了好久，终于有希望了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那么我现在要干嘛 ？CD 会重跳，然后呢，我还要做什么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？哎，赶快赶快！哎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附加家族哪里有附加家族？哪里有附加家族？哪里有附加家族？哦，追关附加家族，有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哦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不要开赛特，不要开赛特，不然会哭哭，对不对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要注意的吗？还有没有别的？还有别的？双华，谢谢你哦。干，我没看到，我真的赛特就开下去了。虽然说应该可能还是不会死、啊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哎、欸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！嘟嘟嘟嘟！哦，对，我要吹喇叭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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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以前当兵都是想听到这声音嘛。我、哦、靠，你老师哎，看就要起床了。老舅！哦，不要再说了，那是个痛苦的回忆啊！要先关，漂亮。哎、欸，先关怎么关啊？不是，这不是关，不是关，我知道怎么解决，应该是可以。我现在不关是没差啦，现在不关是没差。
我醒醒啊！部队起床，部队起床。哎，是够贵了，各位观众，现在还有12800位的观众哦，谢谢各位哈，谢谢各位的对百姓的厚爱哦。都起床啦，起床啦！吹一波什么喇叭？吹喇叭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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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告诉你，关键怎么打？这个很简单，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打？我知道怎么打了，我破解给你看怎么打。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打？看一下。好，我们以一当百的6666666666的邱先生答对了。爆发开赛特啊，漂亮！不愧为百姓的啊的头号粉啊，不认识在那边乱给他乱讲，开，懂吗？开，我们来试一下八木网可不可以开了？哎、欸，真的不能开的哇！你老师哎、欸，干我想转两次都不行的、欸、哦。有一半以上都是挂的，时间动五六动动安全时光，请全体兄弟起床，起床，起床，起床！我干麦克狗，麦克狗。哎、欸，我个人的判断呢，是这个这一关就直接开龙科爆发一波带走他，外加打起一波，应该是没问题。我来试试看。好了，我出手了，林百姓要出手了，我要开打几了。900多万应该可以了，没问题啊！我出手了，其实还是多少会有点紧张了哈。等一下，是要开打起吗？干干干嘞！打起！龙科脉动啦！22478！还没，不要紧张，叮叮叮，卡暗珠，他有 calling 啊，一转就是暗的，怎么可能卡暗珠？要不 calling 的代级，这时候关掉那个哈木，关掉那个、啊、我屋，哎、欸，转一波嘛，应该没问题啊，转大力一点，他没有两秒转嘛哈，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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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起床了！又看那个好像没有很大反应，我想大家应该睡着了，睡死了。然后关了，双滑，谢谢。6666266啊，棺木，哎、欸，你那个棺怎么是棺材的棺呢、啊？来喽，咱们要准备一波带走他喽。干会错呢，真正会错。转一个高康吼。我不想要让他在我人生当中留下了一个遗憾啊！游戏像人生，人生像游戏，每一个游戏我们都需要认真的去对待它。干干干干干干干，包括 KO 也是一样，很认真的对待它。棒棒棒棒 ，Killing 附加消除技能重置。哎、欸，那种附加消除有没有技能重置、欸？想攻击我5240万，刚刚1000多万都没看在眼里了。看来你要接我的招了，开！哎、欸，赛车要开吗？好，翅膀还先开一下。妲己要开吗？妲己要开？哎、啊，不要，妲己千万不要开。对，千万不要开。你吃饱先，你慢慢开。OK 了吗？准备一波七了没有，各位？请帮我用七加持一下，在荧幕上给我出现七，绝对是比他更七八的一个啊！20秒之后啊，我可以转25秒啊，准备了，各位一波七哈，
干会抖哎、欸，奇怪，为什么会抖嘞？这有什么害怕？不是一波带走吗？没有龙科哎、欸，干，我真的是一波气、欸，可以给我一点气吗？干，我有一点怕怕的，干，要不要开打起啊？打九倍率，看一下好了，一波七啊，各位，来。干你现在错啥了？平民百姓，干我一直在发抖哎！锵锵锵锵，欧啦！哎、欸，阿妙，再来十一，阿力再下力，欧啦欧啦欧啦 ，K， 哦哦，知道为什么这荧幕现在一直在抖吗？啊？因为你被卡在错，你知哦？一波七啊！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一波七啊！250了。闪退怎么可能闪退啊？看，还在抖，冷静啊，冷静！啊啊，不要再抖了，平民百姓，你这样荧幕都会被你人了啊！哦，这希望人为不好过，不好过，嗯，不好过。好，今天非常感谢各位，一直抖是老了，是不是？终于看到希望了，六小时没白看，漂亮漂亮！闪退怎么可以闪退？250了。没有，现在是买早餐6点的、啊，好了，就很开心啦、啊。等一下可以跟各位一起去买早餐了、啊，好吧？那我就点一份火腿蛋、中冰奶酱，好不好？对，我吃的不多，哎、欸，对，因为你也知道前一阵子吃泡面吃很凶，这次还没办法出的，一波七月的七，不是是七八的七，可以换无限轮回，无限轮回明天再来好了，好不好？无限轮回明天再来，对啊。不然，看大家都不用睡了，而且我打下去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。之前的轮回，对啊，这是虚幻轮回啊，虚幻，对对，它是虚幻的。我跟各位讲，就算你用八风网去打，还是很难打哦。他那也真的有够难打的。哦，如果真的不行，用圣达是可以考虑啦，但圣达还是有吃运，因为它中间太多地方吃运气。我觉得八风其实都是速度比较快，可是遇到那些吃运气的，因为我这个关卡我打过，所以哪些地方可以磨，我自己大概抓到那个手感。哦、所以我跟各位建议，就是我还是会建议用八风打啦。其他队伍手转你 OK 的话，你可以控制几康博，大概六康博到七康博的人的话，可以用，好不好？啊，七啊，直播记录还没破，哎、欸，上次那个八小时的应该很难破了，可以出门上课了。哎呀，路上小心，看节目归看节目哦，对，不要为了看节目晃神干嘛的，无限比较难。没那么佛心关卡，无限哦，无限好像是比较难，可是关卡没那么长，应该这么讲，无限它没有那么长，哎，希望好它那那的长，哎，微观细杂观，几杯不细想啊，以后可不可以轮回归轮回，不要那么长，这30关也是很累人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那今天实况非常顺利的就来到了这个尾声，好、哦，谢谢现在还有12400位的观众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哦，非常感谢你们。把那干爹记得那个传视讯给我，我会加你们进群里面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实况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一波七哈，谢谢各位一波七八，够七八，一波带走啊、哦！谢谢各位，拜拜。哎，打几回合、哦？我可以看一下，搞不好没有人打过哎。那可以再顾啊，没有楼子不甘心，再打一场你可以看，不是你可以看，可是我太累了，因为这样打会晃神啊。哦，可以拜拜，大家可以先离开没关系，我看一下几回，如果要看几回可以留下来看。他一直屌在这边是怎样？对，大家可以先拜拜啊，拜拜。嗯，靠北啊，真的是各玩闪退就对了。哦。哇靠！哎呀，也还好，没有很多人。136回合呢？哎，苍蝇啊，很多种苍，这什么鬼队伍啊？哎 ，Daniel， 你们现在是怎样比看谁比较肥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可以看一下这些山，这，干这是屁股超级大的、啊，这几这是啥小啊？看了放了3只，还可以放这一只，哇操！干老师。
修蛤蟆啦！你们太夸张了哦！你们太夸张哦！都是三路西法的，你叫其他人怎么过啊？现在是比空间大的，比空间硬的，就对了。真的，大家都是三路西法哎，是三小，这个比较正常，这个、比较正常。不过它血量是很可怕，它是靠这一只啊，靠这一只在撑血量。哇，大家都欧美死哎！虽然说我这一队也是欧美死啊，对，不过这是平板金啊，不是平板金光啊，不一样。这队可以参考一下、哦。这队可以参考一下，我觉得这队有意思哦，159回合，这队有意思哦。OK 啊，可以看到一些神秘的队伍哦。因为平行百姓光跟暗 的那个好友还都蛮强的，其他就是中上也有强的啦，只是因为我不好意思强的人加我的时候，一次跟他好几个账号这样，对啊，就是一个一个加这样。好，今天时光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各位啦，拜拜。Bye-bye.